看看我爸烙的老北京门钉肉饼怎么样，一了冒油，鼓鼓的，吃起来地道。老板来，怎么着我呀？饿了，咱们中午吃什么呀，老爸？哎，握握手，跟爸爸。握不起来，因为他这衣服有点紧。一会儿给他脱了。今儿中午啊。啊。门钉肉饼，老北京的。洗手。洗手。肯定我洗手去，我摸了他了。对。洗手去。咱们就开始操练了啊！先做一下准备工作。先烫一半面啊，开水。这够热了，不要太热。嗯，哎，这一半烫面齐了，这一半面呢，用凉水和啊。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这凉水一半，热水一半，和出来的面呀。特别吃的时候特别有口感啊，筋道是吧？对，一是筋道，第二有那个锅贴地好像有点那个什么，挺好，反正就是好，就是好。行，给它掺一块啊。这时候呢，咱们再倒一点油，食用油，来一顶。为什么要放油啊？这个第一它保湿，第二它不粘。哎，这就齐了。老爸，这门钉肉饼是什么馅儿啊？这是牛肉馅儿啊，牛肉大葱。这打粗一点是吧，老头？啊，对对对。打打不行，再打。我觉得行嘞，老张。看看老爸。拿筷子挑一下。肯定行了。打开，打开，打开。肯定行了，太棒了。好了，行。粗细合适吗？是啊，应该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应该再粗一点。应该再粗一点。行了，你这刚才，咱们下一步，咱们开始和馅了啊。首先倒点料酒。这个，老爸，我能问一下，这牛肉选择这个馅是牛的哪块吗？这个都谈不上，这个，咱这块是牛里脊啊，这是牛里脊，其实用这个都糟践，它应该用那个。牛肉它就跟那猪肉似的，肥瘦的最好，知道吧？它那个牛里脊就有点特瘦，所以一会儿咱多搁一点油啊。不着急，料酒搁好了，咱们把姜放里头。把那姜给它打匀了。一开始咱们沏点这个花椒水。拿开水沏的，现在放了有将近一个小时了，已经凉了啊。咱把那水倒里头，分几次，这一次啊叫水打馅，知道吧？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啊，咱们现在就是逆时针，老是这方向，顺着一个方向打。哎，对对对对对。这时候咱们再把这一点的水再倒进去啊。这里边就是花椒，没放任何调料。没有没有。嗯。最后把这一点儿。行，这不少了。歇会儿。累了是吧，老爸？不用啊。我打一会儿吧。没事，不用。看见没有？全打进去了，没有水。都含在这个馅儿里呢，看到吗？不汤这就对了。下一步咱们开始，放点黄油，来点酱油，你看没有，酱油不能搁，一点一点搁，觉得现在颜色有点浅，咱们再来一点酱油啊。喝点胡椒粉，对，差不多了啊。为什么咱酱油放的少啊？里边得要搁点黄酱，知道吧？
点黄酱放里头，就是普通的黄酱，哎，就是普通的那个黄酱就行，对，普通黄酱，放一点点糖，嗯，不多。糖的作用是去腥啊，也是去腥的，搁点食用油这里边啊，因为它这肉馅不是瘦吗，嗯，搅拌均匀，让它吃进去，完了最后咱们再放一点香油，哎，就提提味儿就行，不能太多，勾了鸡精味精都行，大功已经告成了。咱这个葱为什么不能放进去知道吧，嗯，你要想让它吃那鲜灵劲儿，烙的时候边和边往里放葱，哦，这样烙出来以后它有口感啊。行，嗯，那一会儿等着烙吧，怎么着，打我干嘛呀，你打我不理你谁打您呢奶奶太聪明了还打呢往死里打奶奶打我的鞭子抽你，对，奶奶说的对，奶奶特反应特快，从这边弄点一下奶奶就知道，我不理他了，干这个嘛你也少理他，熬点棒子汁儿粥，细的溜了，这是咱们刚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嗯，这刚才弄完事儿还得放冰箱里，因为咱是水打酱，你要搁它外边啊它容易出汤，嗯，这样它有凝固，凝固完顺着机会呢咱们就把这个葱放里头，明白吗，嗯，哎，就搁里头啊，吃点半点就是包点半点就这意思，不能全拌，不包之前，嗯，咱们里边再来一点香油，嗯，来点香油，哎，好，老妈的小嫩手来了，小嫩手，有我的手嫩吗？我们俩比比谁手嫩。一看我就是干活的手，你看多老粗啊！嗯，也不粗，你那在男同志里可不粗，我在女同志里也不算粗的。老妈那手是抓元宝的手，对，小金手。你爸那手也好看，可是你看，一有经验就准好吃。这包有什么讲啊，老爸？嗯，这包有什么奖吗？包就得是高庄的有奖，不能捞馅饼似的那就不对了，就是往里搓馅儿，这完了以后这么一团就这样就行了，搁在这儿一会儿一下锅就行了。哎，刚才忘了跟你说了，为什么叫门钉肉饼啊，嗯，啊，这其实啊从老人那儿传过来的，其实这就是从宫廷里边过来的，嗯，说这个老佛爷啊那天啊吃早点，嗯，完了以后呢这御厨呢说做什么呀，得了给老佛爷做几个那点心吧，啊，这老佛爷一吃，哎呦这里边怎么还有牛肉馅儿啊，这味儿不错，嗯，完了那个老佛爷就问那个御厨说这是什么呀，这御厨当时也想不起来了叫什么，他不敢不说叫什么呀，啊，这个起这名儿，突然的看见那个皇宫那个宫廷那门了，啊，上面那门钉子啊，这叫门钉肉饼，嘿，老婆一听好不错，这个哎就这么叫出来的，这咱们家这门钉子知道吗，咱家吃可能稍微大一点，其实按道理说应该小一点啊，比这再小一点，对，嗯，咱家这属于大门钉，这门钉就是咱们去那哪玩那个，就是故宫那个门上那大门钉，哎，啊，对对对对，啊，就那金色，就从那儿过来的，对。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哎，这往里一码，而且还是圆乎乎的那金色。对。往里一码。旺仔大馒头。哎，不用摁它，上面让它封一点油好。
锅盖，盖锅盖，拧一拧。哎，这面撑的差不多了啊，煎的。看这面，翻过来，走你。嘿，你。老宁都会说了，走你。走你。非常不错。好。这颜色看着就有食欲。好，这边焖的，盖锅盖。这是那面，是这面，是吧？行，这就基本上就熟了。而且它是那种鼓鼓的。对，像门钉了。嗯。门钉就这样，皇宫里边的门钉。先走。好，五个。一点就行了，那里没有可能。吃吧，奶奶，老妈吃饭了。吃饭，吃饭。吃吧，一咬自由。行，这里的话还真有油，吃吧。有水吗？这是老佛爷吃的，奶奶尝尝怎么样？挺好的。你先尝尝。老佛爷，谁是老佛爷？您呢？吃吧，吃吧。你这还做呢？啊，还做呢。这么多呢。吃吧，我不管那个了，我吃完了我睡觉。慢点吃，烫啊。第二锅稍微小一点，比第一锅小，稍微的，这有点大，这几个还都行啊。嗯、哦，好看。没事没事，这锅就稍微大了。嗯，看看啊，这门钉肉饼一定得有一小口，要不然烫，还真不是。看着啊，看着水开了吗？嗯，这才正宗的，咬一口。嗯，地道。看看，我妈都能吃牛肉啊！嗯，今天我也解馋。这牛肉是挺好是吧？没什么，一点牛肉味没有。有就是不是特膻，不膻啊，零下牛肉味。这牛肉不膻，好吃了吗？好吃。您可以吃一个半啊，吃一个就行了。嗯，吃这个千万大家注意啊，千万别烫着。再烫一下，一层皮就没了。小媳妇儿够漂亮。我吃饭了，行吗？行啊，我不让他吃了。不是说让您吃饭了啊？哎呀，吃饭了。刚才吃了多少？刚才吃了一个半。啊，一个半了。啊，嗯。吃了一个。拿那个，拿那个刀切。我给您切，我给您切去。切一下。我拿这边的，我也不弄别的。但这个牛肉后期胀肚很厉害。啊。哈哈哈哈哈！吃，来吃俩。不是，北京章，你吃了几个呀？我没多了，没事，我吃四个。嗯、这锅还吃吗？吃啊，再吃一个吧。那汁儿全跑了在哪儿了？给您。看看啊，看看。还少半个，还少半个，还挑着呢，奶奶。不是那什么，怕您那个上火，不能太多吃。嗯。这吃这个还是上火呀？奶没事，奶到了，把这吃了。说这为什么说这个刚一开始搁进去，为什么敞着烂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咱这葱后搁呀？一边和馅一边搁一边包，就怕它那个时间一长啊，那葱就塌了，烂葱味蔫了。对，所以它。刚一搁进去不是敞着锅盖，等翻过来以后马上就盖锅盖，因为你一开始就盖锅盖，这葱就辣了，对，知道吧？是这意思。是。嗯、好吃吗，老爸？嗯，好吃，好吃，好吃。嗯。他是美食家，我说他要说这个好吃，那就。这牛肉也不错啊，嗯嗯，首先是牛肉，牛肉不膻，嗯，不没有了浓。材料好，材质好。其次就是手艺，手艺就是还一般般。现在这门钉肉饼外边卖，起码也得10块钱左右一个。8块一个，8块吧，是吗？嗯。牛逼太多。8块可不止吧？嗯。老张，这该翻了吗，老头？好吃，太地道了。这是第五个了，是吗？第五个了。没看到奶奶都要吃俩吗？我妈不让吃了。我不吃，吃不了。奶奶急了，刚才。奶奶吃了几个呀？我也不吃了。您吃了几个呀？我刚才吃了一个。妈，您吃这香是吧？还行。对你有意见了？主要是牙好了，吃嘛嘛香。牙好了吧？
今儿倒没张罗这牙。疼吧？嗯，主要是牙好。还想吃吗？要吃再给您切一块吃。算了，这个软花吃吧，还想吃，不了那么多。啊，给您这个，给您这个，你干脆切吧，不切没法吃。这都没馅儿，我吃它干嘛呀？我给您，给您，好干，好干，你别给我吃了。不是，吃多了上火，妈。您这个，给您。那个是。给您没下给我那也吃。您这是真闺女还是假闺女啊？假的假的。这糊弄老太太行吗？不用不用搁那么多，搁点就行了。够这回馅怎么样？够叨的了。擦一下鼻涕，流出来了过河了。都来来来来，有一点没事没事，没有没辙。行了，您吃着香就行了，您不能吃太多了。吃太多了，吃消化不了。香就吃。好。